吴继峰的 vlog。 Hello， 我今天我要来这边拍摄，然后等会儿就要在，就你看后面很美吧，很有意境，放着这是哪个国家的歌曲啊？英文歌，浪漫的英文歌，然后欣赏着比较有充满着类似于法国文艺气息的风景。现在我带你们到外面来看一下，这个外面呢就是，哇，好文艺啊，这外面可以耶，带大家环绕一周。哇，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应该静静的坐着，然后喝着咖啡，品着咖啡，看着报纸，然后度过悠闲的早晨或者是下午时光。好啦，一会儿就要拍摄了，然后今天是我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这么拍这么正式的，然后拍这么多的照片嘛，反正还是有点紧张的，就是我会拍给美美的照片，帅帅的照片给你们看。拍的这组照片叫《疯疯之被狗狗嫌弃》系列。你看，他一直不理我。辛巴，就是怎么叫都不搭理我。没有，确实挺做作的。我觉得我越来越戏精了，有点就是，所以闻不出来什么香味，反正就是很好看。今天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尝试，尝试了很多以前就是拍照没有尝试过的。你们放的歌都好难听的，真的。赶紧录下去。要不就是抖音歌曲，我蒙都蒙了，他都在这块儿是吗？他不服气。Hello， 我已经回家了，看大家看，就是今天白天我的头发还是帅气，然后你瞅现在，当我。就简单洗漱了一下之后，然后头又成这熊样，这个发型啊，真的是我总感觉我自己现在就是脑袋像个河童一样，懂什么叫河童吗？蘑菇精，蘑菇怪，就是这个名字就是真实的反映了我的发型，我自己对我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，就唯独不太满意的就是跟狗狗互动的时候始终没有得到他的芳心，虽然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帅哥，但是呢就哎呀全程被嫌弃，但中途他还是就想亲吻了我几下，就舔了我几下，弄得我满脸都是口水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给我舔的，我虽然当时就心里突然之间暖了一下，但是我整个心呢还是就是不太暖的。哎，开玩笑开玩笑。
今天要感谢我的就是给我化妆以及造型的两位姐姐，我反正很满意，然后也谢谢今天陪我拍照的工作人员们，然后最要感谢的也是摄影师叔叔，给我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等放送出来的时候希望大家会满意。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早点睡觉，晚安。